小英主席宣布，他以后在福伦社的 nickname 叫做 English。才刚加入蓬莱福伦社，蔡英文连传统 nickname 都还没去抢先一步和福伦社有套关系。站在福伦社社旗前，蔡英文看起来挺有女罗宾汉大将之风。只是这样的巾帼不让须眉，蔡英文在电视上也透露，私底下的他其实对韩剧很着迷，甚至曾经连要不要赴恩师李远哲的约都很挣扎，就因为想窝在家中看帅哥陪永俊。나 혼자 내 여자하고 잘 살겠다고 이 나라도 아버지도 모르고 떠나겠다고 했던 놈이야. 그런 날. 因为连续剧嘛，连续剧当然就是说你希望把它每一集都看完嘛，所以但不是完全为了陪永俊啦，只是因为那个戏也蛮好看的。蔡英文看韩剧只是存娱乐，舒压打发时间，但小英似乎也对师奶杀手裴永俊无力招架，还可以啦。停了好几秒才韩剧挤出四个字，还可以啦。裴帅魅力果然不同凡响，就连女中豪杰蔡英文也加入忠实粉丝行列。三立新闻曾建良、陈佩婷台北采访报道。 各位贵宾。